大家好，今天又是工作的一天，我要来介绍你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女专户。女专户现在在换桌子，我们来看他到底是怎么换桌子。Yo， 女专户你好。你好。现在呢，你是在创啥小提琴的？我在换桌子。换桌子？我这桌子的家具就是那台，那台很大台。不要看我们每天都在那里在切那个册，切到一个月之后，那桌子也是会推起。所以呢，我是要把桌子拿去磨，磨磨的拿回来再换。现在呢，就是要把桌子，因为那是大桌子，要用那特别的工具把锁起来。啊，锁起了后呢，搁要用螺丝加固定哦好。啊，你已经想要问我讲，啥呐？我无咧做这款物件。哦，这简单，因为呢，女专户是我的师傅，伊拢做较危险的代志，伊想要保护这个天真无知的人，所以。伊就咧换桌啊，其实我嘛就想要做，啊，不过伊拢无好做，所以我嘛淡薄啊袂爽。啊，我来访问看卖伊换桌啊的感想是啥？你好，组长。请问你换桌啊已经有几年的经验啊？两年啊，两年你换两年啊？哦啊，换两年，敢有啥物想要甲大家讲的话？就危险，爱说你。我台湾就危险，爱就说你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啊，后一摆敢会当，互我换看卖咧？帮我整理图。来看你的。爱看我的表现。你的 level 太悬了。哦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永远拢无换，我的 level 是安怎要变较悬？像这两间，你的猪拢拆无好，一只长一个短，唔知拆啥货。歹势歹势。安尼怎会使换？我真正是做代志拢较凊彩。有人讲人生有长长短短，人生有长长短短，啊，不过找袂当长长短短。了解啦，真正是辛苦啊，辛苦你，安尼。就有耐心的甲阮照顾，感谢感谢女专户。啊，你呐是讲我 YouTube 敢超过一万人，甲我订阅啦。啊，毋过99%的人看我影片。拢唔是订阅我的人，所以根本就无啥路用啊。嘿，所以不要紧，就安尼，好，就安尼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